天天见面，可已经不是一家。我多想叫你一声好儿子。滴哩铃铃，滴哩铃，我俩终点相聚。滴哩铃铃，滴哩铃，终点父子嘻嘻哈哈。我多想有一个好爸爸。我多想叫你一声好儿子，好儿子，好儿子。保镖。危险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去看看。咱们小区里有强盗啊。知道吗？听说还是团伙作案抢钱，专门是要盯住那些漂亮的女人。抓住没有啊？小区保安没有抓住，搞得人心惶惶的。那应该报警啊。哎呀，听说强盗就住在这一片，警察正在搜呢。跑到我家了啊！难说难说，你家里又有钱，你长得又漂亮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是盯上你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只有警察能够抓住这些强盗。别听大伙说嘛，强盗强盗，还不看好家去？吉米陪我去钓鱼了，我们呀，一共钓了3条大鱼呢。亮亮还小啊，吉米，家里少了东西，我就朝你游鱼嘛。吉米是钟点工，又不是保镖，你不要这么凶。亮亮有道理，我要请一位保镖，要不然我哪有安全感呢？下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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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了。我要下班了。强盗、妈妈，你不要草木皆兵嘛，是闹钟。你下班了？这样吧，等保安来了，我再下班吧。那当然好了，我给你加薪。啊，我去开门。等一下，万一要是强盗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是谁呀、我是保镖公司一汽保镖霍克。欢迎，一定是得过国际大奖的那位。是啊，国际保镖重量级冠军。太好了，这是我儿子亮亮。啊，你好，亮亮。哎呦，你的手像铁钳。这已经是我最温柔的握手了。真是名不虚传，这下安全了。想必您就是男主人吧？他是我家钟点工。哦，男钟点工，少见少见。少见怎么了？物以稀为贵嘛。吉米，快不快给霍先生泡茶？哎，好好。开饭啦！亮亮，去叫吉米给霍先生拿椅子。他不是大力士吗？干嘛还要叫吉米？椅子来了。干活这行的，饮食营养很重要。只要我安全，营养没问题，叫吉米去买。我想来点啤酒。这是早餐呐、小孩懂什么？这武松喝了酒才打死老虎的嘛。早餐喝酒又增加营养。吉米，拿酒去。给。要冰镇的啊，冰镇的，要黑啤，快！不懂礼貌，谢谢都不会说。吉米给我拿饭，谢谢。这孩子真不懂礼貌，他更不懂礼貌。一个大男人做家务，娘娘请。请放尊重点，大男人做钟点工像个太监，怎么样？咱们比试比试。那我用靠拳脚，男人是靠拳头说话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个臭霍克欺负杰米，我明天非教训他不可。杰米，给我倒杯水来，多放些茶叶。杰米，给我点烟。霍克叔叔，我来。大爷，这霍
够大的吧？你往哪儿去？对不起，小家伙，实在对不起，太不像话了。吉米，你为什么老是对他忍气吞声的？你真让我失望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住手！住手！尝尝我的厉害！你这个钟点工，你太不像话了。强盗来了！吉米，你没事吧？吉米大叔，我来。是强盗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正与钟点工演练演练呢。吉米，不是说了，你不是这块料，就别逞这个能。钟点工烧高饭还可以。我看你真棒。你说呢，小亮亮？我长大了，肯定会打败你的。谁呀？来了。吉米，是我。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对付不放心的霍克。给。可惜你不会武功，要不叫妈妈解雇他。亮亮，今天太对不起了，我太窝囊了。没关系，努力练习嘛。试试看。这样，应该这样写。这怎么写啊？就像这样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昨晚强盗又出现了。强盗敢上这儿，我保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霍克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所以需要加强防范。不用吩咐，我早有对策。哦，是吗？第一，灯光法，到了晚上把全部灯都打开。对，灯火通明，强盗就不敢进来了。第二，恐吓法，在阳台上挂一件男人衣服。有道理，这样强盗就不会欺负孤儿寡母了。吉米，快脱衣服。要挂我的才行，他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。不许你侮辱吉米大叔。闭嘴，霍克脱衣服。吉米，把衣服挂在阳台上。第三，迷惑法，将录音机录上各种声音重复播放，这样强盗肯定会以为屋里有很多人。怎么样，三种方法都不错吧？妙妙啊，我还以为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。有一套，我觉得这些办法还可以在小区里推广。倒是成名了，给我签名哦。切，臭美。霍克，有些什么效果呢？比如我的笑声。对对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这下可以不动播放了。好，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难听的。装神弄鬼。你们俩笑什么？我们俩笑不出来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我该下班了。你在和不在都一样。别管他们。茉莉，你唱首歌吧。好吧，没区别。我为什么这么不争气？光亮吧，这对咱哥们来说可是小菜一碟呀。咱们来点新鲜的吧。包拯称我们是智力型罪犯。听见没有，笨熊的呼声。做梦啊，不放心，我还是不放心。电视台采访。哦，这么晚还采访啊？一定是采访我的防范机。来来，上当了，小子，把钱交出来。一汽保镖霍克就是我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看我呢！完了，我一见血就晕了。一级草包，别的房间看看。你是？走，你走。千万不要出事。霍克，我来，一级草包见血就晕过去了。他可是国际冠军呢，霍克快清醒啊。我见血就晕了。快交钱来，我没钱。妈妈，妈妈，别碰我儿子。我来了，放下亮亮。放下亮亮。Jimmy,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。可
构呢，警察在路口等他们呢。大家别动，保护现场。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被解雇了。我们现在开始表彰。我们现在要表彰我们的吉米英雄。吉米，真是的。